这就是生活，时间改变一切。我以前不敢相信，现在我信了。真的，幸亏我当初没嫁给你，如果嫁给了你，天天为你提心吊胆，说不定啊，还要天天的为钱发愁呢。现在，我有钱了。拿着，先买一套名牌，看你穿的什么样。不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我现在又不缺钱。再说我这身衣服，我真挺喜欢的。还真有不爱钱的，不要拉倒。哎，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不，那你先闻闻我。不愿意吻我呀？不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觉得我现在不应该再吻你了。你这个傻瓜，现在还有几个男人不在外面有女人的？即使是结了婚的男人，哪个不在外面有家？你真的有那么高尚吗？高尚谈不上，我总觉得这人吧，起码得做到自尊自爱吧。了不起的男人，了不起。唉，看来我已经堕落了。千源，这位就是你那白马王子吧？是啊，他很有钱，什么都不用我操心。人活着不就是为了钱吗？祝福我吧，我的初恋情人。我祝福你。吻吻我吧。哎，千源，千源，这照片送给我吧。好，不过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，你可别把它丢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我怎么会把它丢了呢？我会保管的很好的。千源，千源，那个时候不早了，我得先回去了，有机会我再来看你，啊，再见。你看看。队长，反正我觉得这人挺眼熟的，好好看一看，到底是不是他？我也觉得这人是挺眼熟的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嗯，肯定是见过。我想起来了，案发那天他就在火车上，而且案发之后他马上就不见了，我有点印象。哎，队长。我想起来了，咱们抓赵松山那天，他就在车上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我只有那么点印象，他好像就站在车厢连接处那儿。太好了，向阳，这样，你马上把你那个初恋情人给我监控起来。好嘞。哎，亲爱的，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这么睡了？来来来，你回来了。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你怎么能喝酒呢？见了他，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什么？你跟他见面了？我什么事情都没有瞒过你。我们只是偶然相遇。
他来过这个地方？我在楼下散步，恰好他也来这儿办事，我就约他上来了。你混蛋！什么？你敢骂我？别哭了，赶快起来收拾东西啊！干什么？我哪儿也不去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亲爱的，我发脾气不对，可你呢？你是我的，应该完全属于我。我不喜欢你跟他见面吗？哎，好了，你呢？先躺下啊！你别吓着孩子，你躺下躺下。我呀，出去办点事儿。我马上就回来，好不好啊？哎，神经病啊，是我，对，没错。你们接到电话以后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楚江宾馆28房间，把千云接到老地方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等消息。朱亚红，男，33岁，辽宁省沈阳人，曾用名习富贵、朱有贵，绰号贵哥、贵姐、鬼子等。11岁开始流窜作案，曾在铁路上因盗窃旅客财物，被郑州、广州、北京、沈阳、西安铁路公安机关打击处理7次。你们这是把我往哪儿拉呀？嗨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什么地方？不远，明天下午我准到。这还不远？你贵哥呢？他呀，在那儿等着你呢。我的天哪，这3更半夜的到底是搞什么鬼？通缉匪首习富贵的通缉令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，经多方证实，习富贵就是贵哥、鬼子，也是朱亚红。向阳，你马上带人把郝庆云抓起来。是，突击审讯，快，别动。里面怎么样？有人吗？没有。来，亲爱的，哎呀，欢迎你啊，亲爱的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像是捉迷藏。哎，亲爱的，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哎呀，我的宝贝儿啊，3年前的今天我们相识，难道你忘了？哎呀，看我这记性，我都把它忘光了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啊，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走吧，亲爱的。哎，亲爱的，从我认识你那天起啊，我仿佛变了一个人。我要把世上最美好的东西都送给你。富贵，你真好，说了半天，是什么东西呀？你看，就是那座别墅。还满意吗，亲爱的？那这要花好多钱吧？这不用你管，以后啊，这就是你和孩子的安乐窝。我爱你。老妖出来了。出来了。你看谁来了？老妖，是你。来，上车说吧。走吧。
我们是晚报报社的，这是我们的名片。嗯啊，好啊，哎，请坐啊，谢谢。好，看来金总身体欠佳。对对对，你们新闻界消息就是零，我昨天刚出院，今天刚坐到这儿，你们就到了。新闻就是要抢啊，尤其是像金先生这样的知名企业家，就更是我们新闻的焦点啊。谢谢啊。啊，金总啊，企业家自己掏钱修铁路，这在全国恐怕也不多见吧？请问您什么时候和日本人谈判去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想请您先谈谈这个问题，您说呢？这很简单，我们有丰富的铁矿、金矿资源，那就是开采出来也运不出去。修铁路不在国家的规划之内，我们自己有能力修就修呗，就这么简单。那预计投资多少万呢？和日本合资，投资1亿，2年建成。哇，真是太了不起了，不愧是知名的企业家。这算什么？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这儿都富得流油了。这一次我准备带几个人出去，一来呢是签合同，二来是玩一玩，花个30-50万的我们不在乎。请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去日本？12月1号，就看火车票能不能准时搞到。好，金总，谢谢你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啊！我们将追踪报道，在全市形成一个舆论热点。谢谢。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哦，请问欧阳小姐在吗？啊，在。你等一下。啊。欧阳，外面有位先生找你。哦，请问先生，是您找我吗？怎么？当了经理，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？哎呀，莫大哥呀，这么多年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到南方打工去了。啊，是吗？来，莫大哥，快里面坐。走。莫大哥，好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啊！大哥，对不起你啊。临走的时候，也没给你打个招呼。其实，这么多年了，大哥一直非常挂念你，可以说。可以说，无时无刻都在挂念你啊！你们人家就不挂念你了？一走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多难熬啊！其实啊，大哥在外面的日子更难熬。大哥担心你年纪小，怕人家欺负你。看见你这么优秀能干，大哥为你高兴。行了，行了，让人看见欧阳经理哭鼻子，多掉价啊！啊，我才不怕呢。在你面前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哎，能不能告诉大哥结婚了没有？有个朋友。同居了？没有，他追我追得特别紧。是干什么的？在一个5星级宾馆里面工作。哦，能让我见见吗？当然可以呀，明天中午我们一起请你吃饭，12点在美洲大酒店大堂见。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我不让你走吗？有事儿啊。
没事，我就想这么坐一会儿嘛。谢谢。好了，给你钱。谢谢。事情就这么定，谁说都没用。哎呀，不要婆婆妈妈的，干事情就要雷厉风行，说干就干嘛啊！这就是我们金牛公司的精神，啊啊！请问二位是？啊，我们是铁路公安处的，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，可以吗？我才上班没几天，我忙得很呢。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就耽误你几分钟。我姓李。这是我的证件，来，好，咱们干一杯。来啊，莫大哥，嗯，来。大哥好酒量啊。好，谢谢。嗯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好，没什么。看见你胸前那朵小红花，我突然想起了欧阳小妹。那年我住院的时候，她也是买了这么一束红花送给我。那时候没钱，有钱就买一大把了。来，我们敬穆大哥一杯。好，好。七年前我从农村出来，才17岁，什么都不懂。要不是穆大哥帮助我保护我，也没我的今天。过去的事儿就不要提了。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谁需要谁的帮助呢，啊，说不定以后我还求二位帮忙呢。来，来，干杯！来，金总啊，你最近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？好是好了点儿，主要是心脏的问题，现在要办的事情太多了，还要去日本洽谈铁路的事儿。哎。你不是上个月已经去了日本了？别提了，车票都买好了。谁知道，你看这心脏病又犯了，这不是今天是第3天上班。每次出去是不是要带很多钱呢？是啊，带现金方便呢，不然麻烦着呢，想办什么事情得先到银行去取钱，太耽误时间了。时间对我们来说，你知道，就是金钱，就是效益，就是信誉啊。恕我冒昧问一句，你这次去日本打算带多少钱？对不起，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回避啊？你放心，我们呢是铁路上的警察，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负责。50万。你带很多钱出门这个习惯有人知道吗？肯定有人，这是公开的秘密。你们问这些。对不起，等我问完了。问完了我的问题，你再问我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知道，你们警察问这些事情肯定有用。我想知道啊，你那一天因为发病没有走成，你的车票是怎么处理的？退了，我女儿拿去退了。哦，你女儿是不是上大学学美术的，对吧？对啊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想问你啊，你那天是不是也带的这个皮箱，对吗？对啊。嗯，可以了，金大中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那一天你幸亏没走，不然……不然怎么了？有人打你的主意啊。谁？这就需要你我
互相密切的配合，把他给挖出来。有这么严重？要不严重就不来找你了。哎呀，金老总，我们这位同志绝非是故意的吓唬你啊。你知道吗？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犯罪分子还在打你的主意。会是谁呢？这暂时不能告诉你，但是有一点，从今天起，凡是要打听你行踪的人，你都要特别的注意，发现什么情况及时的通知我们。记者采访算不算？前天我刚一进办公室，就有两个记者来采访，这是他们的名片。哦，先借我用一用好吗？你跟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？我说了企业下一步的规划，还有12月1日我去日本，再就没说什么。那好，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。啊，还有，今天凡是你和我谈话的内容，不能够向任何人透露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下一步的工作安排，仍然按照你的计划行事，千万不要打乱。金爷，咱们是老熟人了，你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你，在我面前不讲实话，你过不了关。你也甭问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婊子养的，你还嘴硬？你打人，我去检察院告你去。坐下。哎，小杨，金爷，你如果坚持这种不合作的态度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小杨，哎，带去。走。哎，去。昨天我去了美洲大酒店。啊，我就不给你倒水了，吃点水果吧。啊，不不不，我不吃橘子。啊，吃苹果。啊，都是自己人，别客气。好，行。同队。怎么样？啊。嚯，有水果啊，我也来一个。坐坐坐坐坐坐，好，一边吃一边说。嗯，哎，刚才你说你昨天去美洲大酒店怎么了？啊，这个酒店里肯定有鸭子。你根据什么判断的？是我在劳改场里听说的，很多大酒店里头都有鸭子，他们胸带小红花，这是他们的标志。那美洲大酒店里有带小红花的服务生吗？有，肯定有。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，他可能就是鸭子。昨天我们还在一块儿吃饭，真把我恶心死了。小夏，这样吧，全市4星级宾馆和5星级宾馆一共16家，你和闪闪要一个宾馆一个宾馆的走。嗯，我们先去美洲大酒店，然后再去别的酒店。好。你要调动所有的关系，把情况摸清楚。该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吗？说你呢。通知到了，行动前一天集中。那就好。12月1号是几点的车？提前把票都给我准备好了。嗯，车票不会有问题。金一那小子喜欢钱，多给他点钱，他会把事办好。嗯，小兔崽子们，我可是把话全给说在前头啊。12月1号之前，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在宾馆里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啊，更不许上车。事事都要小心呐。哎，咬够了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听清楚没有？听清了，听清了。哎呦，我收杆收杆啊啊，收杆。哎呦，还。还真有鱼啊。别哭了，有什么问题跟童队长讲清楚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他能不帮忙吗？
哭了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哭也没用。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让金一说实话。如果他继续这样坚持抵触下去的话，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他。我真没想到他会跟犯罪分子勾结在一起。你要是真心爱他，就该挽救他。怎么挽救啊？他都陷得那么深了，我真没脸见人了。小吴，这样吧，我帮你出个主意，看你能不能做到。什么主意？你说说看看嘛。哎，小丽，干什么？别拉我，跟你在一块儿都丢死人了。我改，我保证跟他们一刀两断。那佟队长都鼓励我，你还不原谅我啊？原不原谅你，看你的表现。反正我不能嫁给一个坏人。你看你这人，你总得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吧？哎，我是接还是不接啊？哎，我不管。你跟那些人做坏事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啊？现在看不看呼机，倒来问我。是二虎他们呼我。谁是二虎啊？就是佟队长他们要抓的那些人，他们要我回电话。给他回，看他说什么。哎，别忘了佟队长跟你说的话，你要先稳住他们。啊，我知道知道。喂，二虎吗？哎，金哥，是我啊。是这样，有个事儿啊，请你帮帮忙。你帮我买三张卧铺票，要哪天的？是这样，12月1号，188次。喂，听清了吗？12月1号的188次，好吗？千万不能错啊。还有个事儿，我告诉你啊，另外我这个手机号已经不能用了，有事儿我跟你联系。放心吧，这回我会加倍给你服务费的。好。再见。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，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，本次列车就要发车了，请送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。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，本次列车就要发车了，请送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。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，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，62次列车就要进站了，请接站的旅客从第1号站台进站。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，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，62次列车就要进站了，请接站的旅客从第1站台进站。旅客同志们，请您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，照顾好老人小孩，不要在候车室逗留。旅客同志们，请您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，照顾好老人小孩，不要在候车室逗留。这是咱们的包厢，啊！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，有拿站台票上车送客人的同志，请马上下车。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，有拿站台票上车送客人的同志，请马上下车。同队，同队，
徐富贵没有上车，徐富贵没有上车。奇怪，他们只上来两个人，会不会在其他车厢？0101，听到请回答。我是01，请讲。徐富贵没有上车，徐富贵没有上车。好，明白了。徐富贵没有上车，这就怪了。小霞，这样吧，你和闪闪换上列车员的制服，通知列车长，封闭所有厕所，开始查票。嗯。啊，还有，检查一下所有车厢的端门处，看我们的人是不是已经到位了。好。嗯，去吧。嗯。卫生间。啊，哎，金总，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不用，我还没老到那个份上。啊，您老慢点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一定要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啊。您放心吧，车厢里黑，绝对分不清真假。衣服脱下来，快把衣服脱了，给我。金总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休息，你的安全呢由小齐来负责。好，你可不要轻举妄动啊。好，啊，好，放心吧。哎，我说千万要小心呐，啊，万无一失，放心吧。好，去吧。金总，你放心吧，你的安全由我负责。好。全都查过了，没有发现媳妇。不管他，按原计划行事。哟，金总，您回来了。哎，您慢点啊。哎，慢点。哎，当心点。哎，来。哎，哎，好。啊，哎，金总。要没事的话，我也上去睡了啊。站住！这么晚干什么去？我一推门就进来了，怎么了？别往前走了，你到底干什么去？我到卧铺车找一熟人，有点急事。卧铺熄灯睡觉了，有事明天再说。遇见到什么？小四川，我怎么了我？哼，别动！看来我没叫错你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别动！别动！等会儿！别动！小四川，老老实实把手举起来，要不然你就当场见血。举起来！我认栽了。走！
现在只有两条路，一跳车摔个粉身碎骨，二是马上缴械投降。我的等待是有时间限度的，快点交不交？我的腿啊！你呢？是不是让我帮你跪下？哎，别！我人在，我人在，我人在了。小妹，莫大哥，有事吗？有事儿，而且还是件大事。什么？我不是吓唬你，你的那个男朋友，他是个鸭子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现在我不能告诉你详细情况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，长期包养他的一个男人是犯罪集团的首犯，公安机关正在全国通缉他。怎么样？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，应该依法对你追究刑事责任，知道吗？现在给你一个改过的机会，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遇，挽救你自己。你们要我做什么？把他调出来。亲爱的，每次啊都是我打电话给你，你这没良心的，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，是不是想我了？是的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宝贝儿。喂，喂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是不是旁边有人呢？有什么人？你愿来就来，不来拉倒。谁说我不来了？亲爱的，我就怕你跟我发脾气。你说吧，在哪儿见？在哪儿见？你让我想想。老地方见吧，1818房间，我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客人已经到了，在等电梯。客人已经上了电梯，请做好接客准备。客人已经上了电梯，请做好接客准备。走。进来吧。哎，亲爱的，哎呀，亲爱的，你可想死我了，哎。哎，亲爱的，我的宝贝儿，想我没有啊？啊，嗯，哎呀，别这样，这里有人。啊，相遇。